朋友们晚上好，我是霍思燕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霍思燕今年是登上了元宵晚会的舞台哈，春晚的舞台不要冲击一下吗？其实我从小非常非常喜欢上春晚啊，不，其实我从小说出了内心的心灵啊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看春晚，也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上春晚。但是我今天最大的任务是来，希望可以祝六组的嘉宾圆他们的梦。说得好，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筑梦堂三位嘉宾，谢谢你们，请三位到筑梦区就坐。